原标题抗战时的四大女汉奸，个个国色天香，却都是祸国殃民。李香兰出生于辽宁省灯塔市，祖籍日本佐贺县，本名山口淑子，歌手。在中国人眼里，李香兰身穿中国女人的衣服，口里讲的中国话，身为中国人却为日本效忠，替鬼子歌唱。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，李香兰以汉奸罪被逮捕判处死刑，但之后因证明其为日本人而非汉人，得以无罪释放，遣返日本。川岛芳子是清末肃亲王的第十四位女儿，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，辛亥革命后被父亲作为礼物赠送给了一个日本浪人，从此她改名为川岛芳子，并在日本接受教育。川岛芳子进行过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等日本间谍案中活动，他曾参与过皇姑屯事件、918事变等重大秘密活动，并亲自营救婉容皇后等，还因此受到了特务头子田中荣吉、土肥原贤二等的大家赞赏。可是日本人并不喜川岛芳子的奇怪性格，所以之后很少待见他。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，他在北京被军统逮捕，也因此结束了他为满清复国奔波的生命。莫国昌是汪伪政权的二把手，陈公博的情妇，他的主要任务是为日本鬼子提供粮食供给，而他的粮食大多数从老百姓手中掠夺来的。莫国昌帮助日本人欺负中国老百姓，所以说他的罪行更是不可饶恕的。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由于证据不充分，莫国昌只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真的是令人气愤。如此罪恶的汉奸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。施旦是汪精卫的情妇，他在汪伪政权里担任的重要的职责，甚至是一些汪精卫犹犹豫豫不敢做的事情，都是施旦去做的。施旦在汪精卫去世后潜逃到香港地区，一直活到90多岁。施旦死前说，他这一生没有白活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内心深处都是气愤难平啊。民国杂谈文的故人来，扫他一相迎，共饮一泉水，同论古今人返回邹谷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